等一下要去抓我们的宵夜了，好期待！毛蟹也是第一次抓，准备前进无人之地。像现在毛蟹会比较肥吗？秋天抓会比较肥？是啊、哦。再过一阵子左右吧，比较冷一点啊。哦，啊冷，它的蟹膏才出来这样子。哦。四个的话，它就顺着水流去海口繁殖了。哪口？是台湾石腹吗？对，这也算其中一种。对啊。哦，酷哦，这里那么多。大的。哎、欸，哦，这个，这算，这算。哦，这个啦，那个虚腰啦。哦，虚腰。哎、欸，钓鱼啊。就是要慢慢的虚腰，下雪了。好啊。就这种半岛的地形比较不好抓，哎、欸，几乎都在东海，看到了它就跑了。现在刚好挑风比较大的时候，看水面上都是一堆波纹。哎呀、啊，真的要找会比较难一点。压线。哎、欸，有哦。我看，我就是要抓一些我的鲈鳗吃。哇，这个肥，这个肥，粗糙早下。哎、欸，要爆卵了。有爆卵、啊、有爆卵就放回去。对、啊、放回去。拜拜。哦，有哎、欸，这个，不过这也太小了。哦，有了。哇，这样还算小。对啊，这掉了。有了，毛蟹，你看它这个前这边都是毛，它们的夹合力也是很大的。哦，这个就比较大了。这个就可以了。这个大概2两左右，也抓了，这也还是会放掉。哦，对啊，这个壳就有比较硬了，因为你如果毛蟹抓到啊，你后这个后脚大概轻轻捏一下。硬硬的啊，有够硬的，它就是肉比较饱满。它有时候脱壳刚脱完啊，这边压起来软软的，那就直接放掉。直接放掉，肉还没有长进去。中水人碰到蛋蛋的话，应该变成奈米等级了。这里有一只鱼，抓起来。对，好。鱼吗？对啊。哎呦，这只可以耶。哎呦。抓一下网子就是抓掉了。爆网了，爆网了。欸、就是这个水吃的应该蛮好吃的，很刚好吃的啊、哦！加菜了，加菜了。哦，哎、欸，这里有一只，这够了吧？这只可以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呜呼！我母的，母的啊、哦，应该没有爆蛋，没有爆蛋，对，没有爆蛋，这可以了，对，可以。所以横着给它进。看他进去 ，BB， 对，拜拜 ，Nice。像这种肉粽区，好像蛮……哎、欸，这只大只的，哦，这只大只，对，小心哦，不要被夹到，哎、欸，来了，好的，一发命中，吼吼吼吼，这样子有没有？可以，可以哦，对，漂亮。哎、欸，真的有货、啊！收编到我这里。哎哎哎哎，放手！哎、欸，所以笑脸。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啊！笑脸。OK， 谢谢。哇 ，Nice， 多的，蛮密集的。仔细找就有。它们螯其实白色，灯这样照下去会反光出来。哦，其实蛮好辨认的。然后他们第一次，哎，又有一只。我看到，看到。那只好像还好。我看到，这边螯是白色的。应该是公的，你看它毛比较多吗？对，看螯，螯肩是白的，哦，螯肩是白的，是公的，我猜的。好，我们开箱一下就知道。直接跟你拼了啦，这个好像还好。这个，开箱啊，公的还是母的？啊，开箱一下，公的。哎呦，师傅说的对，是公的，没错，是公的。啊，走，有怪物哦。泰国鲤也给抓起来，对，这个抓不到我随便你。这个哦，这还有一只，哦，这还有一只，两只，哦，两只呆，三只呆，不掉了，这只呆可以了。嘿，呆，我今天让你，好吧，进我肚子里睡睡觉。太笨了吧？这是睡着，睡着了。哦，有，
哎，我先把它放岸上。哇，呆，哎呀！哦吼，应该四五十有了啦。这边应该是可以吃的哦。鸡呆，第一次吃，吃看看。好。哦，对，就在你面前呢。就在我眼前。好了，你脚下，你脚后面。好。嗯，想跑还是？又回来。哦，有了。哎，捏住塞那个。对。终于呆，好不好？应该大家第一次看过人家徒手抓呆的，舒服。后边。Nice。哦，还有一只更大的，还有一只更大的。哇，这太大了吧！师傅还说，要给我表现了。身上都那么多灰。嘿嘿，来放他一下尾巴，他要进网了。哇，更大。啊孩子，他是南非了。哦，哦，我操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还钓什么？我抓他就好了，钓那么辛苦，对不对？我操，真是舒服哦。如何？抓没几只，啊，抓一只这个，这个也很肥啊。哇！大虾，可以可以，像是一盆有了，差不多完成，抓了大概一个小时多。龙哥说收获没有到很好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体验已经算不错了，有看到，至少没有打亏。麦克风都是 one two three， OK。各位观众，宵夜时间开吃，先来吃螃蟹。哇，整只红彤彤的，舒服。螃蟹最期待就是打开壳这个时候。我来看看。哦，哇，你看里面。很香。很香哎。超香。哇，像这种毛蟹就是以吃味道为主，不是吃它肉为主。但是那个头就是，就是满吧，不要把它吃掉。嗯，很浓哎，它那个蟹膏很浓。学一下王美手势，鳃要剥掉。哦，太好吃了，没有腥的味道，我觉得比海蟹好一点。我有时候放酱跟米酒。对啊，有去到腥，这样膏不知道算多还算少，你觉得像这样多吗？这样。应该算多吧，是哦。你家里男孩子大，好啊。就是我不太会吃螃蟹，就是对半，对半，这样子破开这样子，嗯，然后就先对吃一半，就慢慢吃哦，一边一边吃，哼哼，赞哦。这毛蟹不便宜，一斤我看网络上卖一斤好像要300多块吧，而且是它是论尺寸来看，从小到大，大只的可能一斤就要700多，不便宜。火锅时间，打算我们这是鸳鸯锅，左边这一锅，这一面打算来个麻辣鸭血锅好了。右边就清汤，好，然后我们的食材有泰国鲤，有香鱼，哦，香鱼是拿来用烤盘的，还有牛肉，还有豆皮，好，总之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啦。我很想试试看泰国鲤配麻辣锅到底什么感觉。嗯，来一只只的。对啊，先煮个两只。啊，这香鱼是刚刚跟我们一起抓的
龙哥提供的，他平常很喜欢钓香鱼。喂喂喂，不要。还有吗？有干的吗？对啊，再来。用干的，随意就好。随意。慢慢喝。泰国里直接不要客气下了，我知道我楼上还有一只啊，吃不完我再杀给你吃。对，泰国里看起来恶心恶心的，但是吃起来别有一番洞天，好吃。好，来点盐了，来点盐。哇，啊，香鱼，开吃。香鱼我习惯从尾巴，习惯从后面。它有点是骨头真的很软，嗯，是吧？香鱼真好吃，我真的从来没有吃过。泰国人把它烤的收干一点，这样才可以吃到外酥内嫩的感觉。牛猪肉我直接通通给它下去吧。对啊，嗯。来，开吃开吃。泰国里出题，哎，又一个第一次，哎。对啊。最近怎么这么多个第一次？你这是哪个第一次？干，这是要放上去哦。没有啊，突然讲话。你说第一次钓到红干，第一次钓到安娜后啊？嗯，可以吧？钓不错哎，不错吧？嗯，对吧？哇，好像好吃呢。嗯，真的吗？我吃一口。有。妈咪肚子饿了是不是？没有你的份啊。嗯。又掉了。哎，它真的没有什么臭土味，好酷哦！不知道吃排水沟会不会也是这样的结果？但这是真的在很干净的河里抓到的，啊，这已经可以吃了，不用想，已经可以吃了。